露出倍儿棒的身材，三十号出席活动，遇上刚新婚的主持人 Sandy， 先来好好翻旧账一下。他在我的婚礼那一天，他只穿了一件西装来，穿西装没有什么不 OK 的嘛，他里面没穿，他单穿西装外套，然后开叉开到这儿，然后来参加我婚礼。来，请问一下居心何在？你也知道我很需要观众，对，因为我知道其实 Sandy 的老公很帅，就是不，你想要干嘛？我吧。你想干嘛？我是想跟他并驾齐驱。哦、oh, ，OK， 没有啦，你比较好看。没有啦，他比较帅。不是啦，你真的比较好看。没有，他真的比较帅。他就是高。她老公本人真的还是蛮帅的啦。还是其实只是想你。被你发现。森里还是比较性感啦，对啊，我是感性。对，我比较容易感性。感性的雅伦最近也因为将戴万年绯闻对象阿本见家人的合照引起大家关注。其实是每一年啊，但是因为之前就是很容易被拿来当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大家也都很小心翼翼这样。就合照的时候还需要分开拍，就是有一点委屈我的朋友这样子。现在随着就是越来越常态化，然后也没有这么多的芥蒂，我所以觉得还好。就是很容易被写啊，就是即便是没有都会被说成有这样，就是微微困扰这样子。其实他顾虑比较多，因为他很介意被别人乱说这样子。我本来就一直都有啊，对啊对啊，平常都是就是好朋友，就跟你们的好朋友是一样的意思这样子。